而已。那我就去了，你让我养。这个是你的。让他多休息，休息以后再降体重，不要现在马上拉起来。你现在拉起来就变成拉痛，让他多休息，让他容易恢复了以后才降体重。来来，这里。年轻哦，变年轻了吧？对，会打钱的，会打钱的。